Hello， 百度 APP 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TI Boys， 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恭喜发财。咱们就今年会在春晚上表演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啊？咱们三个？今年是演唱一首非常，就是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人追求梦想，对的这样的一个向上的歌曲。四冬春晚有什么心理感受？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春晚当时的一个感受吗？第一次登春晚的时候就非常紧张，然后也觉得非常荣幸。那现在已经到了第四次，就是觉得非常感谢春晚能给我们这个机会吧，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让全国人民看到。那也希望，之后继续努力。过年有什么最爱吃菜吗？过年就是那种，大人好多就是一块儿弄一很大一桌菜，然后大家一块儿吃。新的一年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儿？特别想做的事儿，其实也是去年想做的事儿，想尝试什么翼装飞行之类的这种运动。